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。今天我们就先来玩我们一言那段操作啊。他现在用的是畜生道配恩啊，畜生道配恩这个能招通灵的配恩还是非常强的啊。我们看下打的是奇拉比，奇拉比其实已经是被网友的长门打得没血了啊，然后现在被控制住了。控制住之后，对方一技能旋转替身，替身之后招一个二技能啊，熊猫再来一个吐舌头，直接把对方给吞死了，舌头拍死。这就是畜生道配恩的厉害啊。那我们再看他打宇智波斑啊，招出个熊猫被对方控了。哎，这时候对方好像开出了大招，这么嚣张，替身都没替他就直接开大招。然后畜生道配恩一个替身跑了之后，哎，还是被打到了，但是没事，他技能接不起来，直接飞着鸟过去的一个扦插，哎，插住再丢个鲨鱼，再丢个一技能，再换啊，一技能就是变换那个通灵啊，再开个大招。这时候对方已经没有多少血，哎，赶紧开一个通灵，躲开这个技能，然后一个二技，哎，这个技能没有成绩好，被对方控了一下。再来一个一技能，再变身，一只大鸟飞过，这个动作有点像迪达拉，对吧？然后再招出个熊猫，不过他招出的熊猫没有给队友，没有给自己增加无敌霸体的效果。最后又是用这个蜥蜴的舌头给他给拍死了，看来这个畜生道的舌头还是很厉害。后面直接是被对方的疾风鸣人给打败了。接下来我们就先讲网友这个还是网友投稿的另外一段操作啊，都是非常不错的。